don't need your mandate to Tūhura Nuku. Let Ngāpuhi decide what's good for them and nobody else. 示威者愤怒的就是一百多年来政府任意解读跟毛利人所签订的瓦汤伊条约，取得毛利族纳普希群族人的土地。现在毛利人要求归还土地，政府却坚持一定要有谈判代表，最后授权给图胡鲁努古议会代表所有纳普希群的人和政府谈判土地纷争。纳普希群的族人非常愤怒，因为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由自己决定，这些代表并没有正当性。但没有想到，连毛利事务部的部长都支持这种做法。其实这个现场是一个毛利族语政策座谈会的现场。那普希群的族人知道毛利事务部的部长会来，早早就来到这里，要向同样也是毛利族人的部长示威。因为现在那普希群面对土地争议，有一派的人赞成用钱解决问题，愿意在取得政府的赔偿之后把土地给政府。但是另外一派的族人认为，钱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求政府完整归还。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有人拿着 mana， 也就是毛利人的精神与力量，不能用金钱衡量的牌子抗议，因为认为政府选择了一个可能会用金钱出卖土地的谈判代表跟政府谈判。因为部长未如预期的出席会议，游行队伍的焦点只好转向前往纳波希鲁纳纳组织的办公室和地区委员会抗议。因为这个组织认同要用上百亿台币的金额把土地卖给政府，这是游行者最无法接受的。毛利事务部长本来是要到现场咨询族人对于拯救毛利族语的想法和建议，不过现在在这里的族人认为，这个政府根本就没有将部落的声音听进去。那普希群族人已经针对用钱换土地的政策向政府提交超过3500份的建言，绝大多数都是表达反对。其中 Ngāti Hine 议会也通过决议，坚决反对授权给其他人来代表自己谈判。现在的情势越来越明确，就是这里的毛利族人强烈反对政府拿钱来换土地的立场，也强调那普希群之下还有许多不同的雅群和氏族，不能用单一一套和解方案来敷衍。虽然图胡鲁努古议会的代表四处到不同的部落进行说明和沟通，示威者仍然表示绝对不会退让。记者杜希纳多编译。